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也过爱情事。雷锋啦，雷锋啊！当时回来，我咧徛在遐，拢无出声是安怎？我都看你咧唱歌，耳仔巴个遐在地锅盖哦，看你趣味。哎呦，两个人都在咧耍个啦，嘿啊！哎，娘啊，你等下上拄啊个呢？你唔通遐赶紧走哦吼！你着加陪阮一时啊，妈咧脚床坐袂少，着赶要走。我知，我袂啦。好，好啊，好。来来来，姐姐。你最近好不？爸，歹势啦。阿姨讲我是真正做无闲，啊，佫唔知无闲到几点才发当转去，所以才讲叫你唔免过来啊。我知影恁拢足关心我的啦，啊，可能是我口气无介好，才互恁误会。是的啦。唔要紧啦，无代志啦，无代志。啊，那小看代志尔，对不？恁爸也无放在心内啊啦，无什么代志，无啦，无啦，吼。哦，唔对啦，虽然哦，是安尼小看代志无唔对，不过有真多代志哦，会小事哦变大事啦。对啦，雷锋啊，恁爸讲了无唔对啦，最近确实是发生真侪小看代志，啊，不过这小看代志吼。那是甲伊斗做伙，这就变作大代志啊呢！我问你，你甲王翔恁两个人到底是有出什么问题哦？妈，我真正无安怎啦，你莫再搞到伊好无？什么的无安怎？迄天安尼回来厝的食饭，啊，拄食饱尔，你就赶紧紧要走。啊，随后我敲电话讲，我甲恁爸要去看你。啊，你也讲叫我唔免去，你都唔肯让我去看你啊。啊，我若问到王翔，你就一直闪。你一定有什么问题啦，对不？妈，你看你，我第这年啊，刚搞多疑啊，这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我真正不安怎啦。可能是我今麦在因公司上班，压力比较大，所以有较忝啦。无啊，咱借问你哦，阿姨一个月是偌多钱呢啊？你就安尼无应该遐尼忝。好啦，就这。好啦，啊，你无应该今麦哦。阿姐呗，阿伯啊，阿伯家哦，哎，你甲看咧，只换讲阿伯家啦，哎，这王翔实在是有影哦，啊，讲伊咧，我听你，我笑你，迄我嘛煞不相信。无啦妈，迄小可是袂枵的啊，哪有迄啰袂枵啦，只换有迄啰袂枵，你就是伤忝啊啦，你才会无胃口啦。好啦，啊，无你有想要食啥无？妈来煮互你食啦。我想要吃一碗烧烫烫的菜粿豆浆。菜粿豆浆哦，煮别项哦，妈用来煮啦。啊，若要煮菜粿豆浆，都爱拜托另外一位师傅，哎，师傅。豆浆放伫迄三角桌啊呢。干花买，我也算唔知放咩做。爸，今仔无咧生气啊呢？恁爸就是安尼啦，迄看到你回来，明明都欢喜到要死啊！你甲看，啊，着搁超工安尼急一日开。妈，歹势啦，拢是我唔好，恁来操烦。无要紧啦，爸母烦恼，囝儿是受影响的。你若有闲哦，卡车等下我甲恁爸爸看咧，互阮阿卡安心啦，吼。我知啦。雷锋啊，那叫豆浆啊。哦。啊，你这里对，还要来看这个豆浆。哎。啊，就是你也得。啊。拜拜，七姐光。非常过关吼，照卡正对吧？妈，啊，我看你安尼哦，
斗阵几十年啊，搁这么恩爱哦，是还足幸福的。哎，啊，他都老翁老母啊，啊，拢也是都安尼咧生活嘿啊，拢同款啦，安尼叫做恩爱哦。嘿，当个感情哦，放伫生活内底，迄毋只无简单，啊，毋是每阵啊当像你安尼啦。迄人斗阵生活久哦，难免拢毛意见袂合的时阵，无几下当像你处理才好势。那当是要处理啥？婚姻哦，无什么大道理啦。啊，像我甲恁老母啦，有当时啊，咱咧意见袂合吼，嘛是爱吵吵闹闹啊，吵要离婚。哦，卖讲阮来斗阵安尼啊，几落十年啊，三五年都无法度通我活落去啊。好啊啦，咱卖搁讲讲遐个啦。我弟弟是要学雷锋食袂落去啦。那讲袂着哦，这道歉要搁小小滴，小我确定嘛无要紧啦。那你就回来啊，无我无想要讲啥啦。啊，既然回来哦，啊，搁欣赏讲我甲你妈妈两个人婚姻会当安尼久久长长，这就是表示讲哦，你还搁希望讲安尼哦，有一个美满的婚姻，甲幸福的家庭。所以我即摆想要知影讲哦，刷落你是要拍算安怎啦？爸，你是要问我甲王翔的代志哦？那你嘛是有这头问呢，我感觉过吧。王翔吼，甲你也斗阵遐尼久啊，啊顺田两个即马毛伊个对象伫个啊，啊恁两个人吼，各人行各人个啊，吼，啊缘分啊差不多已经尽啊，莫搁再提起伊啊。阮即马是了吼，烦恼你个将来啦。爸，我即马暂时袂想遐济啦，我。你莫讲吼，提什么事业来做借口吼？你原来袂少岁啊，就算讲吼，你无计划要结婚啦。但是吼，总有一天吼，我哪会去面对啦？啊，你袂用讲安尼吼，一世人安尼无命无分安尼落去啦。等到人到时吼，有另外查某朋友迄个时阵吼，你要哭得无目屎啊！李浩，恁爸讲了无唔对呢？查甫人吼是愈老愈值钱，啊，咱查甫人无同款，青春也一个过去吼，都换别人经历啊，你知无？哎呦妈，你莫跟我讲啊，这么无行情好不？人我今麦哦是黄金单身贵族呢。你莫安尼哦，一个安尼急皮皮啊啦。我今麦是要问你讲哦，恁两个人哦安尼无想要结婚，到底是你无爱结，还是王翔无想要结婚啊？生气啦！我唔是伫生气，我也是伫关心你。过去哦，你甲俊贤有真侪代志哦，我是袂当谅解啦。也毋过吼，这个感情的代志，外人是无法度通我了解。但是我即摆已经想开啊，所以我今仔日哦，会甲你讲这么侪话吼，嘛是希望讲你第二遍的婚姻哦，会当安尼美满幸福，莫亲像头一遍安尼。遐个失败，啊，遐个艰苦，啊！爸，李芳，我都跟你讲过，恁爸是真是要足关心你的。我今仔日哦，代志也跟你讲到遮尼明白个啦，你也莫搁安尼哦，遐尼好强。到底你甲这王翔两个人哦，是有什么问题？今仔日哦，你就回来讲一下清楚，啊！爸，我都跟您讲过啊，我真正无什么代志啦。我可能是今麦我拢在跟你拼事业，所以现在暂时讲无遐赶紧要结婚。有什么代志无啥代志，你先讲来真清楚啦。哦，啊，算讲事业外成就吼，也袂当带来外幸福啦。我跟你妈妈两个吼，就是咧关心你将来的幸福。到底你甲王翔两个人是唔是有未来？哦，啊，你若有什么问题，无爱甲阮讲。阿伯，我也无法度通甲你斗相共。啊，就使，莫安尼啦，豆豆我讲啦，你莫安尼讲无几句话，然后我看你敢那性地用要夹起來。好啦好啦，恁莫安尼啦，你要讲慢慢来讲啦。你无你嘛都予雷锋安尼菜粿豆签先食咧，你无你等伊食完才讲，会用一无？啊，林校长，好不？好好好好好，你豆仔食豆仔食吼。啊，趁即马我甲你妈妈两个人还阁有伫个吼。
还过一个后头厝，通互你靠。啊，你若有啥物委屈吼，会用倒转个后头厝讲互阮听吼。啊，唔通伤过靠势啦。等到阮两个若无伫个时阵哦，啊，你若有代志要倒转来无后头厝吼，迄时阵哦，你倒来就切几口无白啦。爸，我真正无代志啦，你唔要替我操烦。来啦，紧食。好啦，好啦。好了，好，你先。嗯，人家做我吃，我都顾不吃掉呢。代表给家长啊。好啊，好啊，好，你做你吃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我要吃，我做你做你吃。哎呀，哎呀，你做你吃嘿。啊，那吃不完哦，无要紧，阿姐再包包汤吃哈。嗯。这份合约书需要你登记啦，所以请来麻烦你，请你看一下。不要紧，你先看嘞。啊，是。小黑啊，顶届我叫你去香港文馆登记，你有去找伊无？啊，有啦。当时你一个交代，我马上就去找文馆啦。伊安怎讲？我哪有通回安怎讲？一个见面哦，我就甲瞪倒我甲骂啦。我甲骂到安尼目屎流目屎滴，我骂伊讲。唔通叫是讲，即摆已经做外星啊，有啥物了不起？伊家己啥物款身份，凭啥物甲苏总安尼高高低啦？妈当然是爱骂的，啊，不过我想要知影的是，伊甲宽仁是安怎咧偷来暗去的？啊，无管得就此解脱啦，讲伊甲苏总的真正无任何往来啦。想要知影伊安尼讲。啊，文官就甲我解释讲吼，伊即摆伫演艺界，无方便得罪人啦。啊，伫个外口的公开场所，若撞到苏总的吼，嘛免无拍招呼。啊，若无人会乌白想乌白讲啦。啊，尤其是艺界需要企业界的赞助，尤其是伊的经纪人啦，啊，甲相关企业的头家，若撞到苏总的财团的时阵啊，拢是希望讲文官会当改陪因一下。啊，这嘛算是社交的礼貌。你相信江文官讲的话？啊，伊就目屎流目屎滴哦，甲我解释讲，伊即摆伫个业界哦，有真侪所在是真不得已啦。啊，所以讲，伊伫甲我交代讲，无论安怎，千万一定要甲董事长回一个实礼啦。啊，若造成董事长困扰的所在，你是大企业家，啊，大人大量，莫甲一个小寡女计较啦。啊，伊伫甲我保证讲，伊甲苏总的。真正无任何的关系。你即马是咧替江文官讲话都对啊？董事长，无啦无啦，啊我是吼，甲驾驶文官的经过吼，老老实实、清清楚楚甲董事长报告啦。我袂使有任何的暗藏，啊若无对不起董事长，啊嘛会造成无必要的误会啊。董事长，文官自细汉都对我大汉的，虽然讲伊即马一个人外口咧拍拼。啊，无甲我带斗阵，我照顾这份温情啊，比天比较大呢。我相信你讲，伊就是搁较好打啦。伊也唔敢来骗我，唔敢甲我乌白讲。啊，这点我相信会到啦。董事长，请你相信我啦。啊，文官吼，对你食这个头路，业界人生，饭碗歹捧啦。你讲这拢会是理由，嘛有可能是江文官的借口啊。会得钱无两个袂歹。关于是有真侪所在，互我袂放心的啦。啊，不过，若唔是江文官伫遐下手，关于伊嘛袂阁甲江文官有啥物交差。啊，是是，啊，男女之间啊，上该好是清清楚楚啦，较免引起无必要的误会。好啦，既然你讲因无交差，我就相信你一摆。啊，不过。我顾虑的代志是啥物，你应该真清楚。以后江文官若是甲环境有啥物问题，我就找你向我交代。是，董事长，苏总甲文官只要任何的动静，我马上甲董事长报告。这份合约我替你去处理，啊，等一下来。啊，多谢董事长。
什么才去病院？我看你的电话拢卡袂通啦。安尼安尼，大水，我去陪你送医院来病较要紧啦。好，快快快快。我麻烦你啊。着急啦！啊，囡仔惊着、耍着吼，应应拢嘛会，啊，这小可代志啦，过一时也就好啊。啊，你这么疼惜玲玲吼，一定无代志啦，免烦恼吼。我怎么样？我怎么样？老舅安怎？医生叫我等下检查，啊，要请你先过来帮我办下手续。大助理，你去办手续，叫我来搞就好吼。我家的麻烦你哈，放心啦，你进去哈。好啦，请带我来。多谢。小朋友即摆情形是安怎哈？即摆也无问题啊，你就使一摆啦。好好，安尼哦。好好好。啊，伊即摆吼情绪较无好啦，你一摆吼应该较好一点啊。哦。医生啊，哎，啊你可以直接哭啦。哦，伊也无咧哭吼，对伊来讲是好现象啦。啊，伊也无咧哭吼，心脏吼较喘气哦。拢有问题啦，心脏吼，是啊，即马天加冷吼，啊小朋友吼，啊心脏管都袂堪的啊，啊你平常也较注意的啦，哦，啊爱较穿较少啊。你怎么？啊囡仔怎穿起？先天性的心脏病，也心室中隔缺水，所以会有缺氧以及硬化心脏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医生，不可能有心脏病！医生，你叫他来红点，医生！啊，过来，你看冷静，你看冷静嘞！医生，这么凉，啊，这小朋友先看嘛，那有多疤啊？哦，伊心脏疤开过多啦，心脏疤开多过啊？是啊。你借了一百万啦！母啊，你唔免做这个孽啦！你伫什么所在？甲婷婷放伫倒一台客运车面顶，一无会当找到婷婷的线索，你紧甲我讲，我甲婷婷找倒来，你就免时时刻刻咧艰苦啊啦！我袂，我甘愿心内乖，我袂让婷婷倒来拖累你。我都去百货公司，要替你买几件衫啦，当着苏宽的面貌啦，啊，拄好抱一个囡仔啦，上加六七个月嘛。
乖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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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即马甲检查一下，吼，你麻烦你去外口等一下，好无？先生，我即马甲检查一下，你麻烦你去外口等一下，好无？好好好，没事吧？你讲，伊要甲婷婷找倒来，甲我退。阿爷，你定要相信我。要找婷婷无简单，毋是一支嘴都再落吹啦。你想办法骗林太太，才甲婷婷用领养的名义抱回去娘家。那安尼，杨希林就讲讲替苏冠仁请养一直外口生的囡仔。照这个证明，甲看起来，杨希林完全无怀疑婷婷的身份。万一婷婷若真正是婷婷，这个秘密一旦出破，那恁所有代志、所有人，拢要面对真大真大的打击。我即摆还阁无法度确定这件代志，我会当做啥？我会当做啥？玲玲吼气色加真好，啊喘气嘛真顺利啊，啊即摆吼进一步去甲检查，随好随好吼。阿内少，小弟小弟，你无代，你无代志啊，少爷，真多谢你，爹娘，我是刚好有你斗脚手。乱去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处理才好。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唐小弟，你别安尼讲啦，我敢若对伫咧边仔看头看尾尔。还是真多谢，多谢你。唐小弟，拄才医生有交代，讲玲玲心脏开过刀，天气若转冷的时阵，爱甲穿个少。好，这我会注意，我会注意。唐小弟。啊，这句话安尼问出来，歹势无？当初你要领养玲玲时阵，
敢知伊心中有亏多？这我知影了。阿玲玲，伊的妈妈前天回美国回来的时阵，有当面跟阿公伊开过刀。看起来，玲玲那真正是婷婷，一定是苏宽仁甲婷婷安排伫美国待一阵啊，才阁甲这个囡仔带转来台湾的。杨爷，啊，你问玲玲心脏开刀的代志要送啥？无啦，我是想讲董事长，当初要领养玲玲的时阵，明知影讲伊心脏开刀，啊，阁坚持甲领养。这种爱心吧，使人佩服。无啦，应该是讲我甲玲玲就有缘。是啊是，对啦，董事长，啊玲玲即摆才几岁啊？八个月啊。真正甲婷婷变大汉。祥义啊，祥义啊。公司还阁有代志，无你先转去啦。啊，拄则我联络到所长，应该得要到啊。啊，是大书记，啊不，我先来走。是。你讲唔相喜啊？今日若是相喜啊，替我甲玲玲送来病，我真正唔知影要安怎才好。啊，玲玲，啊，不要紧吧？已经无代志啊啦，医生咧替伊检查。无代志就好。董事长，所长既然来啊，我先来走。好啦，相喜啊，多谢你啊。拢联络袂到你。是的，是的啦，我都无注意到。啊，手机啊，我电话入来，拍死拍死。啊，要讲我做啦，快点，你看要紧，啊，玲玲呢？对啊，来。那车早就转来，公司代志处理完就转来啊！啊，你走去对？我就去庙里烧一个香啦。是求平安，还是求心安？嘿，你这囡仔哦，乌白甲神明棍耍笑。恁母啊去烧香哦，那是为着替咱母仔求平安，啊，佮有替你求姻缘。你即马有赚一寡钱，事业嘛做了袂歹，母啊当然希望。你会当较早结婚生囝，通好完成我的心愿呐。哎，我娶某真简单呐，家管找定也就好啊。也无我管即卖一十一年，伫发展伊唱歌的事业。伊会安尼做，是为着要找婷婷。伫要找到婷婷进前，阿管是无可能等在我的身躯边。是啊，婷婷已经胖见遮尔久啊。阿管的真心嘛拢藏伫个外口，伊无可能阁转来咱这厝啊！你敢会当对阿管死心，另外阁找一个适合对象？我对伊就是袂死心啦。本来我想讲，阿管若找到婷婷，
伊都有可能接受我。也不即摆即个情形甲看起来，拄好颠倒病。啊！你即摆讲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母啊，当初阿官啊，足细汉，你著甲抱来咱兜饲。你请用伊的心情，到底是安怎？啊！你即摆向阳问这是要创啥？因为阿官，你是甲抱当来要做新妇啊？你即摆叫我放弃，找别个查某囡仔结婚，你这种心情，是不是甲叛逆一个查某囡仔同款？迄当然啦。阿官虽然不是我亲生的查某囡，啊，不过自伊红红幼幼，我就甲带咧身躯边，饲伊食暗糜啊，替伊换尿珠啊，一天一天看伊大汉。我带伊，甲带我亲生的查某囡，无啥物无同款。是啦。虽然不是亲生的，连母妈妈的爱心拢是共款。阮董事长伫疼惜迄个查某囝，嘛是这种心情啊。啊，你来无代无志去讲着恁董事长要创啥？今日我送资料去阮董事长啦。伊领养迄个查某囝，身体状况有够样，所以我才陪阮董事长送伊去病院急救。是啊。你当初你个查某囝去病急救？是啊，伊这个查某囝虽然不是阮董事长亲生的，也不过我看伊着急、烦恼的情形，我看真感动。母啊，当初你伫请阮阿官的时阵，是不是同款这种心情啊？啊，恁当初你个查某囝有要紧无？当然嘛有要紧啊，送去病院的时阵。嘴唇拢翻乌啦，而且连喘气都喘袂出来。哎呦，阿爷爷啦，即摆到底什么情形啦？哪会安尼啦？这我嘛唔知影，母啊，你敢知？伊这个情形到底是安怎？我哪会知影？啊，你唔知影，哪会才着急啦？敢讲你甲这个囡仔有啥物特殊的感情？我是听讲，你当时你个查某囝送去病院急救，我当然替着急啊。这是人的同情心啦。安尼讲是无唔对啦，也毋过咱家也无亲无情，啊，你哪才着急啊？我啊，是毋是这个囡仔情形，让你想起着咱婷婷？无啊，哪有啦？也毋过我有，因为婷婷细汉的时阵，嘛是常常嘴唇翻乌，开喘袂出来。我甲阿官抱伊去总病院的情形，就敢若参像还佫伫目睭前共款。母啊，当初你甲婷婷放伫客人车面顶的时阵，敢无留任何的线索，通好找婷婷？我著甲婷婷放伫客人车顶，予天公伯去决定伊的命运。这我拢已经甲恁讲过啊。也毋过照你的讲法。咱电台嘛已经放上线，咱到即摆还阁找无啦。嘿呀，婷婷个代志已经过去遮尔久啊，你都莫去想啊啦。啊，你拄则讲个杨姓个查某囝，会乎你想起婷婷？哎，即摆情形到底是安怎哈？当然嘛真严重。哎，啊医生安怎讲啦？医生讲，这个囡仔细汉个时阵，心脏开过刀啦。我看个清清楚楚。迄个囡仔心脏的所在，开刀的痕迹，甲咱婷婷细汉的时阵是一模一样啦。母啊，你老实甲我讲，所看见恁阿母领养迄个玲玲，是不是就是咱婷婷？我要哪会知影？你唔知？难道我是不是应该去问迄个客人车司机，还是玲玲美国的老母，还是所看见本人？嘿呀，你要创啥啦？我要问伊本人，伊若唔讲，我叫伊某甲问；伊若讲唔讲，我叫阿官甲问，问甲伊讲为止啦。你问我啦！我即摆就甲你讲，玲玲就是婷婷。哪会安尼啦？哪会安尼啦？
当初，我无甲婷婷放伫客厅车顶，我是甲伊交予苏冠霖。你心肝哪会这么像亲手拆散阿冠霖母仔囡？目睭金睛看看阿冠这么艰苦，搁把囡仔送予苏冠霖？无我现在安怎啦？当初为着要救婷婷的性命，厝内底会当开的钱拢已经开完了啦，为的会当救婷婷的。只有苏冠霖，我若是无把心肝了瘫痪，下头我甲婷婷抱去予苏冠霖，无抓着，即摆婷婷已经无伫这世间啦。阿冠阿公抑郁的时阵，你就甲抱回来，做你的查某囝。伊唔知家己的亲生爸母是啥物人，你即摆搁这样凶，赶快把伊的查某囝送去予别人饲，让伊唔知影有亲生的时代，唔知影有亲生的时势。你先让阿冠忍受这样大的痛苦，阿冠痛苦，阿冠嘞？阿冠是我饲大汉的查某囝，我听着婷婷的心情，你应该了解啊！你敢有想看卖？我甲婷婷抱去予苏冠霖的时阵，我是伤害我个查某囝，我伤害我查某孙的。啊，不过我一句话我都袂当讲。啊，你敢有了了解我迄种痛苦的心情？国家安怎讲，你都不应该甲教予苏冠霖这个情形啦！伊甲阿冠糟蹋甲遐尼惨，甲伊某骗甲遐尼彻底。你敢不知影因某即摆是全心全意去疼惜这个囡仔，你安尼做，敢袂伤过自私？是，我是真自私，啊，不过迄当时我着爱自私，替你做一个决定，才会当救婷婷。迄个时阵，我敢来当对个伊讲，迄是婷婷的命运，伊一世人我会输掉，对苏冠霖真亲，不枉。假使若无婷婷的拖累，阿冠就应该专心去发展伊的演艺事业。你甲阿冠哪会当变成阿阿母？即摆婷婷已经有亲生的老爸在照顾，阿冠哪会变成大歌星？所以即摆就剩我甲阿冠结婚，就会当完成你的心愿啦，是无？对。所以你才求神托佛，希望我早一天会当甲阿冠结婚，啊！不过你颠倒，让阿冠离开你，就算讲阿冠卖离开，阿冠袂嫁我啦。因为婷婷伫苏冠霖的手头，苏冠霖能利用婷婷来束缚阿冠，阿冠就爱乖乖倒去伊的身躯边。无可能，绝对无可能。因为当初我甲婷婷交予苏冠霖的时阵，有甲伊约束甲真清楚，伊绝对袂用要倒来找阿冠。你哪会这糊涂啦？苏冠霖的话，鬼都唔敢相信啦！你今日倒来找阿冠啦？已经倒来找阿冠啦！你一步一步接近阿冠，可惜婷婷在伊的手头，伊才还有把握。甲阿冠讲，总有一天，伊会甲婷婷找倒来，让伊一家口啊三人团圆。苏冠霖唔惊良心，伊闭门，家挂水油噶。这就是目前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啦。等杨家的财产落伫苏冠霖的手头时，因某就去互踢一边啦。伊甲婷婷阿冠一家三人就团圆啦。就算讲财产得袂到手啦，因某同款的公公啊，替伊饲伊甲阿冠生的囡仔。上届摆，伊还阁会当伫杨家得到一寡钱，死到甲某毙命，无论安怎算，拢是苏冠霖赢啦。你真可恶！你即摆卖苦卖精神，拢无效啦，拢收慢啊啦！准则讲，我知影玲玲就是婷婷，你知影苏冠霖会当甲阿冠高高甜，这个秘密，咱也是唔敢讲出来。母啊，你实在太糊涂了！你害我失去阿冠，害阿冠失去伊的查某囝，害杨心怡，我讲我受到感情的伤害，你家己嘛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。这么大的伤害，这么大的危害，拢无法度挽回。为得到好处的人，就是苏冠霖这个贱死啦！我错，我真正是错。伊啊，我对不起恁大家，
我起码袂当扳回声。我甲你要求，你绝对袂晓甲这秘密讲出去，也若无，阿官会怨叹我一世人。无唔对，这个秘密我袂用讲，也不过对我来讲，这是一世人的折磨啦。你原谅妈妈，当初我会安尼做，也是不得已。我做了不对，我做了不对。